会长，还有我们各位市长，还有今天特别留下来陪同我们的副会长委员们。首先还是要感谢很多市长陪同我们的孩子度过这样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你们。今天校长参与了你们一起炊事，大家吃的有一点熟又有点不太熟的青菜跟肉丝，等一下要回帐篷睡觉，可能要闻着彼此有点臭又不太臭的脚丫子。明天我们又要一起团结的去完成各项的任务跟挑战，因为这么多的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每个班级每一位同学更团结在一起，更凝聚在一起，把心更连在一起，不分彼此，回去之后我们更团结更和谐更合作。校长看得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看到每一位同学都嗨起来，校长也跟着大家年轻起来。等一下还要期待各方的表演，校长都会全程陪同全程观看，祝福今晚晚会顺利圆满，谢谢大家，掌声鼓励鼓励。以及各位辛苦的师长，还有主任，以及在座辛苦的小队服们，大家好！来到本场，今天很高兴参加大家的活动，看到大家热情奔放，挥洒青春。我真的很开心，我希望大家不要有所保留，就在今天晚上我们把最后的力气最后的声音把它好玩好不好？等一下我跟校长会留在这边看大家表演，不再走动了，所以呢希望你们拿出2000%的力气去表演给我们看好不好？我很期待你们的表演，预祝今天晚上大会顺利成功，谢谢，掌声。